你们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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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刻的我只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，这不简单，你到后面去。哇，好地方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。在跟我玩躲猫猫的游戏吗？这是粉红之家吗？它有这么难听的名字吗？是这个房间没错。哦，好。但是这屋现在只有我一个人。是彩虹吗？是啊。不是，我没戴眼镜，不好意思啊。重开。啊，是吗？不是。你在说什么呀？重开。啊？你叫我？没有。不是，是徐梦姐吗？不知道。这个屋就你自己一个人吗？对，那肯定不可能呀。不是，不好意思。走开。啊？你们俩是这屋的对吗？他不是，我是。我第一次进。姐姐，你俩累了吗？我觉得邱文凯有点耳背。他没戴眼镜。对，他近视。我都这样了，他都看不见我。我都听到他声音就知道是邱文凯。哎，果然啊。直男，邱红凯，你给我过来！我刚刚叫了你半天。错了，因为我没有戴眼线眼镜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一个穿黄衣服格子衫的那个女生，然后她站在这儿，我说彩虹，然后之后她没应我，我说啊，那可能是我没戴眼镜，我看错了。然后走了之后，你叫我，我听到你的声音，邱红凯啊，我说徐梦洁吗？她还是不回答我，我就躲在后面叫的。这边吗？就那俩脚，我们一人一个脚。然后他站在这儿，我就一直以为是你。哎，非常还知道的。